原标题144年前的香港，草席建筑与原居女人，香港四大原居民及香港围村人、围头人、疍家人，又称水上人、客家人和鹤老人、闽南人。香港开埠后，大批广州人来港。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10月24日，割让九龙半岛，界限接以南地区。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接北，深圳、河南、布格拉斯堡。1874年，该建筑物本来是苏格兰商人德格拉斯·利弼于1861年建成，并将之命名为杜格拉斯堡，以作为其公司总部及其寓所之用。189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购入该建筑物，并命名为拿撒勒楼。拿撒勒楼被大规模修葺及重建，并加建了一所印刷工厂。香港日战时期，拿撒勒楼及博达尼疗养院分别成为香港载船务工人宿舍及日本宪兵总部。教室被逐，相传底层休息室及庭园是当时拷打中国人行刑及停尸的地方。195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撤离拿撒勒楼，香港大学于1954年将之购入，并于1956年正式用作住宿舍堂。圣约翰座堂1874年，圣约翰座堂于1847年奠基，1849年落成及筑设，是本港唯一一片以永久业权形式持有的土地。座堂主要由三幢主楼构成，座堂本身于1847年建成，座堂是教区中之首堂，因该堂内置有主教座 Cathedral。现教堂已列为香港法定古迹，是受保护的历史文物，亦是一处别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为了避免因冷气中水汽造成白蚁侵蚀，破坏古物古迹，座堂没有冷气供应。中环海边1874年、1841年1月，英国人占领并登陆港岛时做人口统计，当时称群大陆的中上环一带只有约50人居住，而位于南部的赤柱有约2000人。不过基于中环临近以前还属于清朝的九龙半岛尖沙咀，有攻守之力，适合船只航行，最后便率先在中环建立其军事基地。在今夏亚厘毕道的山坡，1841年作为殖民地政府象征的港督府便坐落在政府山的中央位置。香港主要依赖填海来扩展土地。至于九龙半岛方面，自从英国于1860年取得该地后，于1867年便于九龙角出现首次非正式填海工程。1876年，在油麻地拥有地段的业主自行进行填海工程，成为今日新田地街一带。香港1874年。资料 Googl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